欢迎回来，现在是9:55。哇塞，热闹炸了！他们一直在聊天，人多就是好啊。你看这个五三五四五五，就是每分钟都有好几条消息啊，大家特别热闹。然后他们都求着我，其实不是求，他们说你不拿城主吗？急啥？刚才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，然后这里，刚才就是底下有人排队嘛，那这里我就负责把它清出来。如果有人在这儿一直站着的话，就把人清出来。啊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拿下城主的，然后拿了城主的时候啊，哎，拿城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过来吗？哇，拿了城主我们还可以过来哎，哇，原来是这样子，那以后我们可以先拿城主哎，我感觉。好的，当然我发现啊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排名，5秒钟。可真皮，好的 ，OK，好了，这次不出来了。我发现我们这样子其实很节省大家的资源，因为他们都不会来想着说是要花钻石充一把这个史莱克学院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没有在这儿做这个鼓舞的啊，那这个游戏方就少赚了一些钱。然后我发现这个25级的复活点，这里也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，然后我们宗门其实都可以来这儿，因为来这儿的话，到时候你再跳别的地方更好一些。然后他们刚才一直在这儿切磋，就是一直在这里切磋，就是和他们打一下，看一下自己的这个阵容如何。因为排位的时候，或者就是魂师精英赛，或者是排行榜的时候打的时候才能看到那个战况嘛。那现在他们在这儿也可以打，打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战况，就能看到那个啊谁的角色厉害啊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发现这个小猿的凤凰很牛啊，那当然了。小猿毕竟就是一个玩凤凰起家的，然后咱们最后2分40秒要吹点啥呢？反正刚才我一直在协调疏通，然后我们现在超多的人都过来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排行，排行的话，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史莱克城主的功勋只有700哦，只有700，然后的话，荣誉也只有700，宗门排行我们是12000，别以为这12000很少啊。这12000已经很多了，而且这个现在是我们，它的功勋只有700点，以后等到我们以后的话，这里的这个功勋会涨到2000点，然后其他的这些功勋也会涨，到时候我们如果宗门还有那么多活跃人数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功勋就可以突破20000了，就是那么夸张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其他宗门的人他过来打一下，占一下26级城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但是就会有不顺眼的人把这种人给干下来，就是我们宗门的人就容不得沙子，你知道吧？看到有人占了，然后看到有人出来打了，把这个26级打了，然后就回过来就把他打回去，就是容不得沙子。而在我看来，无论是蓝色方还是红色方，全都是咱们的水友，对不对？大部分就好多都是咱们的水友。所以，我们其实就是希望，就不要太纠结，打了就打了，能者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可以升一级，好的，我们马上就可以使用特训了。天哪，还有1分钟，再等一下吧。然后现在我们来打一下这个酒考吧。酒考我买了一下次数是3倍挑战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下这个单人3倍。我们直接去打这个波塞西。今天我们即便用了特训升了等级之后，我们也打不过。他的第6考，现在是第5考，第6考其实是一个坎儿，有点难跨越的。好的，第5考完成，比昨天快了4秒钟。这个还是3下级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但我觉得是打不动的。哎，能打动，因为他每秒钟都会掉2个血，而我们有102秒，那我们可以打过他呀。好的，这考打过，下考不要想了。这里需要4个人配合的，我们等队友达到了也是2200万战的时候再说。OK，然后这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有人有进阶的，进阶完了吧？然后宿命签单吃一个海神石，我们强化一下。这台看一下。邮件发放，
OK，首位史莱克的奖励，史莱克城主，那称号激活加了36000，哇靠，那么牛的。然后这激活属性是，不是佩戴属性，佩戴属性很差，所以就不要佩戴它。激活属性很强，是 PVP 减伤25%，这个好牛啊！然后这个海神石我们先留着，紫色装备开一下。好的，海神石我们先留着，我们要留一点点海神石。这样的话，明天过了5点之后，我们直接就可以拿到那个历练点数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8个武器材料宝箱开了，接下来这里还有个什么，给了10个魔晶。OK，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就是要做特训，但是我们先合成一下这个黑色的装备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准备升级吧。看一下这儿城主荣耀，它这儿特训会加150%。那我们特训看一下要用几次啊？一次，哇，给了1000亿，哇，给了1000亿，这个好牛啊！2次，3次，我靠，这个还会波动。我们先升级，啊，1000亿好像也不够升，真是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是第7次，第8次给了1200亿，第9次，第10次，第10或者第11次，我没有仔细数，哎，感觉差不多，30块钱一次，背包已满，我们熔炼一下。30块钱一次也用了吧？因为这里我有个想法，我希望尽可能快的创造一个记录，就是最快成为我们的魂斗罗这样子。咱们看一看30天内能不能成为魂斗罗，打破一个记录。之前有人说在贴吧看到了34天成为了魂斗罗，咱们看一下咱们有没有机会打破他的那个记录。然后现在我们整个角色都是10级，然后现在好的，我们进入这个历练场。那么他现在挂机给的这个经验就更高了。然后城主荣耀另外一个是摇钱树有加成，摇钱树我们摇一下，哇，摇一下就是135万、139万、144，哇，742万，哇塞，哇塞，疯了疯了，哇，哇塞，摇钱树，我第一次摇到，哦，不对，这个号是第一次摇到700万，但是我2207的号摇到过1000万的。1080万，那个时候最多，哇，472万，好夸张哦，好爽哦，哇，540万，好变态哦，哇塞，我靠，我有点上头了，我感觉，200万，再来一次暴击，最后10次，只要出一次暴击我们就收手哈，211万，哎呀，别刷屏，别刷屏，216万，10块钱一次，220万，10块钱一次。225万，29万，34万，还没有出现，最后4次，哇，12块钱一次，243万，最后2次，247万，我靠，最后就不刷出来了吗？我好气哦，我好气，背包已满，我们熔炼一下装备，哦，这个魂核背包不是魂环背包应该也已经满了，看一下，哦，它已经分解过一次了。来，我们准备做一下这个，准备殴打魂兽，然后强化一下魂环，争取拿到我们今天的2名。第一名我觉得可能没戏，好吧？然后这里的刷新的话，我就刷新哪个呢？刷新这个吧，因为它有可能给，哦，不是给这个300点兽魂，哎，500点兽魂不错，黑石秘却没有了。金属令牌有令牌就是用了，现在就很直接，有令牌就用。然后 VIP 首领，我们今天先打了。好的，中规中矩。然后我们现在因为等级提升了，所以他这个 VIP 首领给的这个宝箱也是可以选择500点兽魂的，这一点很好。然后我们打下 VIP 6。
哇塞，给了个汉乐姬，哇，给了个2星的魂宗魂核，还可以啊。然后还给了个指环，不错不错，这一波还可以，正好。然后再来打一下我们的 VIP 8的首领，只要50块钱就可以打一次，好棒啊！好的，给了一个圣灵之力，哇，还有个2星的魂师魂合，哇，给力，给力，这个真的不错啊，好棒啊！然后坐骑精通，我们可以加一个等级，来增加一个 PVP 增伤0.3%的伤害，500荣誉使用了，皇家金钱丹使用了，然后摄魂一会儿看，海神防具不小心买了的，直接用。之后魂环升星先不要升，我告诉大家怎么样争夺今天的第4天的这个年份排行。年份排行是说这个总年份要尽可能达到最更高一些。看，这个子儿他今天害怕被小三追上，所以他就会冲等级，他冲了等级就有可能拿到第一。我们只要不被小三追上就可以了。这个12年到15万年差距还是很大的。我给你看一下，他现在是什么水平？给你看一眼，他现在啊，都是魂宗，还没有到魂王，那还是挺困难的。哇，这个凤凰有2200万的血量，它这血量有点虚，这里看的血量有点虚。我们在排行榜上看的，因为不能看自己的，我们如果能在排行榜上看自己的，我们实际上会更高一些。然后青眼八只毛是65，还凑合吧。我看一下这个家伙啊，要来看它魂环的，你看都是9500年，你看它都那么多9500年，它的魂环碎片应该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他即便说是，今天等级升了，那他这个也就升到12500年，就是他如果能够到魂宗，升到魂王20级的时候，那上限是12500年。我们现在是魂王10级，上限是11500年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这样子。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现在血量，我们现在血量，凤凰的血量是2800万，实际上。如果看自己的是会更低一些，但是如果看他们看我这个排行榜上的会更虚高一些。然后我告诉大家怎么样争夺这个第一，第一的话取决于咱们这个魂环的年份，魂环的年份越往上升越好升，就是你一万升到你从400年升到10000很困难，但从10000升到20000是非常轻松的，它消耗的魂环碎片和这个。那个叫做什么兽魂，是很少的，所以你这里要做的就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可能先把第一个，魂环升到最高级，然后你当然你的等级最好也是不要像我这样平均升，最好比如说我剩下几个，我就是魂王个位数的魂王，剩下我就把凤凰冲到30级，然后冲到更高级的时候，它就可以解锁更高的年限，然后我就主升。这个主升其中的一个，就一个升，先把它这个，比如魔晶王之怒升到最高级，现在是11500年，然后剩下的我就把其他得升到11500年，这样的话，它的年份增长的就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，然后接下来看一下狂热，我们还可以再升一下，狂热这里是否可以直接升呢？狂热。他现在需要一些300年的兽魂，我们就给他找一些300年兽魂。然后这里有150的荣誉，我们使用了转换卡，武魂转换卡，我们放到仓库里面去。哎，这个烤鱼我们可以吃了，加了799亿，来可以给凤凰，可以给野鸡升一级，好吧？接下来，哎，海神酒烤，我可以带他一下。做一下强化，来，OK，我们的狂热也变成了11500年，这样就很棒了。下面我们剩下我们的角斗士，好，先同意，我先带他们去一下这个酒烤，然后我和他们说一下这个，一会儿你们挂机就行。好的，我们带他们通过了4考。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带他们去6考的，7考，可以带他们去7考。
好的，这里直接退。然后，哎，有人要带酒卡，他要加微信带他玩。算了，不理他吧。HKD 四七七，好吧，我加一个，到时候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哎，有邀请了。这个魂斗罗我们已经加入了，刚才我们已经带过他一次了，所以我们不加入他，我们再等一下。那我们再来升一下这个凤凰的这两个，我们先不升，浴火和火线先不要升，然后角斗士可以升一下。你看角斗士现在还需要很多的三百年兽魂，一会儿我们去打一下。九考拉我，好的，过了七考，我们退出来，然后我们带另外一波人。我看一下世界首领，世界首领，世界首领，啊，世界首领，我们还是只能打泰坦续缘，那今天晚上得要熬夜了，因为今天还剩两次。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，27分钟以后打。然后九考拉我。OK， 我们满人了。哇，这个得要从第一考开始打。这一波人很懂规矩啊，一来就知道他们要挂机。刚才和他们说了一下，那个第七考就撤了。其实我还可以带更多人，但是还是不要这样子吧。一直带的话，好浪费时间，不是好耽误时间，不是浪费。我可以下来再带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给了我一些功勋，功勋的话我可以兑一个雷霆万钧。雷霆万钧兑换了以后，啊，其实没什么用。因为我们之后会得到一个绝版的雷霆万钧，到时候我们要在那个基础上升级。这个的话，我想想啊，魂环，我觉得我们搞一些这样的一个输出魂环，把罗刹化身先搞满，这个是很有用的。哎，等等，我想想，我考虑一下，差不多18块一个吧。就是说，这个功勋10点功勋差不多就算1块钱，因为钨钢也是啊1块钱一个，那。10个钻石一个，相当于是功勋就等于钻石。哇塞哇塞，那我要不要花80块钱买一个雷霆万钧呢？我觉得买吧，因为我们以后要留着用，以后到时候给雷霆万钧升级要用。以后我们要是有一个龙或者有一个猫的话，我们就把雷霆万钧给他。商城这里我们有1400的荣誉，那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要不要搞一个金刚好啊，不动明王身啊，也金刚好其实不错啊，不动明王身就没有办法卖了，那来个重力屏障吧。好的，把荣誉用完，能不能拿到4000年魂环？好慌啊！他们是说今天晚上的这个奖励能不能拿到？这个是4000年魂环啊，这个是4000年一星的，这个、是4000年两星的，排行的话六耳排第五名，哈哈，看他们这个差别真的不大。这样的话他们有可能今天啊等不及就可能把金钥匙用了，不过他们其实可以用，他们应该没5倍了，像咱们有5倍的人，咱们可能就得要等一等，得等到后天早上咱们再去把这3天的次数一起用掉。到时候我觉得也可能我只用一个这个3倍金钥匙，因为5倍金钥匙我要留的更多天，比如说5天的次数加在一起用完，也可能是4天的，因为5天好像太长了一点，到时候看吧，啊，反正无所谓了。然后人物这里我们穿一下，也穿戴一个戒指，
下面我们要做的是把今天所有的回收打完。世界首领的话还剩18分钟，那 VIP 首领我们打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来打这里的这个1800年的这样的一个野兽，1800年的野兽，我们魂王1级的时候就解锁了，这个到了魂王10级也不能解锁下一个等级，有点小坑，不过没有关系啦。然后这里我先买一下次数，还是一样的，先买4次。然后我们挑战一下这个十手猎羊蛇。好的，这里一次给200个这样的兽魂选择宝箱，那今天我觉得稳了，今天应该是很稳了，我们不用，今天不用升级了，太棒了！这里买4次，然后把泰坦学员打了。哇，好可惜，一个带星魂环都没有。天呐，这个运气那么爆棚的吗？来来来，继续购买，挑战一下天青牛蟒，给了一个带星的蛇骨剑，这个可以用作素材升级呀。我看一下，现在能不能升一下？升星升星，啊，凤凰没得升，这里可以升一个火焰护盾，没有必要。这里也是火焰护盾，哇，不是吧？大力金号我还需要一颗星，不是还需要一个这个魂环才能升级。那我先留着吧，今天晚上过了12点我们就拿到这个凤凰火线了。到时候是拿凤凰火线还是浴火凤凰呢？因为这个浴火凤凰其实也是超给力的。我要不我拿这个浴火凤凰，先拿它，因为它对于这个技能和普攻都有加成。它的这个能够提高魔晶王，还能提高这个，凤凰哮天机的这个伤害，那比单独的提高一个凤凰火线来的，我觉得要强一些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搞一个浴火凤凰，然后明天再搞一个凤凰火线，好吧？OK，然后我们强化的话，一会儿来看啊。我们还没有打完，还剩最后一个。好的，来挑战一下凤尾机关蛇。好的，又没有给带星的魂环，这个带星魂好难获得呀！哦，刚才我想了一下，想到一个问题，就这守卫史莱克吧，不是，就这守卫史莱克的这个功勋商店，我应该先买这个通用魂环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通用魂环越到后面贬值的越厉害，但雷霆万钧永远是那个价。通用魂环你以后会获得很多，但是雷霆万钧的来源只有这一个，所以雷霆万钧它不是。它不会贬值的，所以你以后来买也 OK。但是通用魂环一开始前期很有作用。哎呀，不过我换了一个角度想一下，咱们即便搞了这个通用魂环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，我们顶多是排位的时候会稍微厉害一丢丢，但是真的起不到太多作用。所以啊，我内心平衡了，我内心平衡了。好的，然后这个限购的话。把能买的都买完吧。这个强化的套装石，哇，5块钱一个，一个就要50的功勋，好烦啊！买一个，然后这个钨钢买3个，尽可能把这个功勋都用完。我现在先不急着兑换这个愤怒唐莲，以后再说。好的，这个魂兽的话，我们先暂时打不了，我们先注意一下这个世界首领的 CD 是8分07秒。那这样吧。我们先看一下背包，背包里有好多的经验单，还有这个可以熔炼的，给了2个黑市的密券。好的，我们先把这个经验单吃了，给了970亿的经验，还不错，升了一级。之后的话，我们去黑市逛2次，一次，两次。好的，我们再把令牌使用一下。好嘞，我们有848个兽魂选择宝箱。哇，生命之种可以换一个更高阶的，是吗？年份更高的，1870年，不错不错，这个也可以少量的加一点点。重力屏障也可以换，重力屏障，它是带星的，这样也很好。然后看一下这边，角斗士角斗士这个不要换了，因为我们有带星的。钢铁壁垒，钢铁壁垒有带星的吗？
还是年份更高的呢？哦，年份更高一点点。然后蓝银草的话呢，玄龟之甲1520年，我们换一个1800年的啊，在这儿1820年，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角斗士，他大概需要我给他300个吧，我给他弄300个，300年兽魂，然后来升下级。哎，还不够，我感觉还要再需要400-500个，再来400个吧。哇，差一点点，感觉还需要200个，那我这儿还不够。天哪，我这儿还不够呢。来来来，强化下。哦，我们的魂环碎片不够了。你看，魂环碎片就是有限制的。我们把这儿分解一下。OK， 又不够了。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我们真的尽力了。我们现在等级，魂环的年份等级应该没有人比我们高，而且第二名和我们差距应该很大，差着30000年。你看，第二名和第三名就差了10000年，第三名和第四名就差了20000年，但我们第一名就甩开了第二名三万年。然后我觉得我们是稳了，至少也能拿个第二个，你说对不对？然后第二的话，我们到时候来一个浴血凤凰就 OK 了。两星的话，它提高的这个百分比更高，伤害特别猛。然后的话，看一下啊，这里2个，然后我们可以去打下永恒塔，然后可以去打下斗罗之路。我想想啊，斗罗之路、永恒塔这2个我们都要打。然后城主人啊，我看一下，拟态修炼杀戮之都学院，妖仙术特训。好的，我觉得已经完事了。我们差不多现在每天会用5000的钻石，好像还不止一点点。前30天会用的多一点哦，这里有这个魂环碎片的奖励，因为我们打了这个魂兽，那前7天都会有额外的这个奖励，那我就继续强化。OK， 差一丢丢，不过也无所谓啦，9700年，差着300年，没关系。然后魂兽的话，我们到时候等1小时。啊，等半小时就可以了，再等半小时，这个射手炼羊石刷新了以后，我们再买9次，再把1、2、3打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哎，谁传功来？啊，那我去福地找一下这个人，他是说要有传功的。哎，他果然在这等着，来邀请传功 ，Come on， 好的，好的，然后我们退出。在福地这儿传功的时候，你是没有享受拟态修炼的经验加成的，所以尽可能不要待在那里，除了族门宴会的时候啊。史莱克护额又可以升一级，真棒。坐骑可以升级一次骑术，然后有人和我们留了个言，已经不需要鼓舞了，可以尝试一下下什么个对比，就不忍心看你浪费了啊。再说我现在打这个学院和杀戮之都不需要鼓舞了，然后可以试着不用那个鼓舞。但是啊同学，我打一次的话，我花的钻石鼓舞只需要1块钱，因为它是2毛钱鼓舞一次，可以鼓舞5次，就是1块钱。而我光买这个杀戮之都的这个次数，我买一次到了最后就是25块钱。你想，我鼓舞只用1块钱，而次数本身就是25块钱，那我鼓舞还是不鼓舞呢？我鼓舞了以后，这个攻击生命全都翻倍，那我最后打到第25关的时候，他给的经验加成绝不是10%几，可能是10%几20%几，所以这1块钱花的非常值，所以现在来说一定是没有浪费的。谢谢这位同学的这个好心的提醒啊，善意的提醒。好的，然后人物这儿我们可以换一个装备。OK， 全角色都是黑色的装备了，你看这里整个都是一套黑色的装备，至少都是黑色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升下级。 OK， 这里还差2级，可惜了，差一点点，这个也200级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啊，可以做一下这个套装的升级。套装升级的话，我先2套2套的来，就是一整套5件套。哎，这样弄一下，加的这个战斗力就挺好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打一下斗罗之路。
好的，我们打到了第十八章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领取两个必备魂环，两个。好的，然后龙之翼必备魂环，必备魂环要这个凤凰涅槃，凤凰涅槃已经有四个了。然后武魂境界，哇塞，这个武魂境界很关键啊！那我们给谁境界呢？给熊吧，刚好800个。OK， 熊的话来一个什么呢？我希望一个肉魂环。这里又找一下，哎，神龟之甲，替换一下。哦，我这儿没有那个，就是不要的那种，就是几千年的那种魂环没有了。那我就来个雷霆冠军吧，然后给乌龟套上一个，哎，不是吧？哦，他已经有一个两星的神龟之甲了，怪不得。啊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搞一个圣灵之力，好吧，搞一个蛇骨剑。这样他就会有一个主动技能了，不错不错。然后神龟之甲我们替换一下，还是这个一千年的。然后这里啊，如果我要是想弄得极致一点，我可以比如说把这样的森罗万象990年的这些990年、1000年、1600年全都替换成1800年的，就是这些也可以全都替换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我们今天肯定是第一或者第二，然后的话。能替换完成之后，包括这个熊的这个重力屏障也是400年的，我们刚替换上去。然后蛇骨剑也是，凤凰的话，凤凰哮天机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凤凰浴火是990年的，这个也可以替换。到时候把这些全都替换成1800年，那你就可以节省很多魂环碎片，从而撑大你的这个等级，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排行榜年份的排行榜。不过我们今天已经是160000了。已经无解了，所以不要着急啊！我们今天就不换了，因为即便你换了那些，还要换回来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我们这个超市啊，超市券用完了，我们已经没有，而且我们把那个魂环碎片也全都分解了，分解成了魂环碎片，所以就用不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再说两个东西啊，这里我再选一个凤凰涅槃，这里说两个东西。如果申请进阶，如果你要去做升级，哎呀，好，先进阶一下。好的，说回来，如果你要去升级你的新的，就是这个魂环升星，要怎么样升呢？你要知道，你所有的角色输出前50天或者前80天，就像是我的话是前50天，你小氪玩家或者补氪玩家，你可能是前80天或者前120天，那所有的资源，绝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到第一角色当中。好，还要再进阶一下，如果你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第一角色当中，你的唯一的输出。只取决于你的第一角色，所以你为了把第一角色，为了把输出弄高，你就拼命的去强化你的第一角色。那要怎么样强化呢？首先你要去把你的限定魂环做一下升级。但是如果你有魔晶王之怒，你就先把魔晶王之怒升到一颗红星，其次再把你的凤凰的限定魂环升到更高的星等，然后一个一个的升，不要一起升，一个一个的升。因为一起升的话，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兽魂内丹，那你一个一个的升的话，可以升的星等更高，伤害就更可观。那么我这里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里可以考虑到时候升级一下这个凤凰哮天机，然后我们首先顺序是这样的，首先是魔晶王之怒，其次是我们的第一角色的所有的限定魂环，我的是凤凰的这四个魂环，把它们全都升到最高星等，接下来才是凤凰的其他的魂环，就是这些通用魂环，这六个通用的魂环，我到时候可以给它升一下级，然后呢，最后呢才是其他角色的限定魂环，然后最后才是其他角色的通用魂环，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。但比如说这个熊，熊的话，你看。还是要看的，比如说这个生命之种，你可以优先升一下它，如果是有带星魂环的话，你可以优先升它，那这就是一个升星的一个过程。另外一个我这里发现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说荣誉兑换，这里我们的100荣誉相当于1块钱，500荣誉相当于5块钱，这里的话5块钱就买一个带星魂环，而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们在公勋商店18块才能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选择的魂环宝箱，那这样两个之间差别很大的，这个价格差别很大的，所以如果我现在想要升级，而我又没有多余的素材，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办？比如说我要给我们的凤凰涅槃升级，但是我要选三个，
那我就可以把，比如说，把力之增幅，火焰护盾力之增幅，啊，是攻击增幅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攻击增幅它是500年的，不是500荣誉的，啊，但是这个攻击增幅是一个很棒的技能，我不想换掉。圣灵之力我可以把它用了，然后再来个大力金刚吼，大力金刚吼，我记得它是500年，不是，它是500荣誉的，好像是，我这里去确认一下，它是不是500荣誉？大力金刚吼，哎，大力金刚吼是500荣誉，那我就把它升了。这里的话，因为我已经把魔晶王之怒，哎，它还可以升吗？魔晶王之怒，它需要强化到12500年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升不了，那我们就给这个凤凰涅槃升一下，凤凰涅槃来一个火焰护盾，圣灵之力，来一个金刚吼，好的，升级吧。好的，凤凰涅槃变成了2颗紫星，它到时候实际的效果虽然只给我们加了20000的战斗力，实际的效果肯定是远远不止20000的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去永恒之塔挑战一下，永恒之塔，来吧。好的，这里我先退出一下，因为我想到我们的这个天赋还没有点，天赋升级了不少，每个角色都有一些天赋可以点，那我就去升级一下我们的天赋。天赋的话，凤凰有4点啊，那4点很少了。这个灼伤的话，灼伤不用特别的去升它。魂骨大师，这个魂骨大师其实挺好的，装备大师其实也还可以。那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个灼伤升到5级，不是5阶。然后强攻专精的话也升一下，火力护盾。装备大师要投入20点才能继续点，那我就点这个强攻啊，强攻专精也点不了，只能点这个魂力护盾。然后熊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熊它其实就是要肉，别的无所谓。意气风发，魂力屏障要点5级，之后意气风发需要点多少？需要点5级。这个你就往后点没有毛病的，然后这个需要点满才能点下面的。那我先把这个点满，受到技能伤害时有一定概率抵消这个伤害的百分比，按百分比抵消，那就全都升了呗。然后这个塔的话其实随便了，哎，攻击增幅额外附带 1.5% 的伤害加成，最高是 15% 的伤害加成。我靠，伤害加成是一个非常给力的这么一个增幅。那我现在往这边升啊，我要往这边升，但是我的这个攻击增幅只是给我的副塔，对不对？主塔是没有的，就是玻璃心是没有这个魂环的。我们看一下魂环是，它是没有这个力之增幅的，只有啊，不是力之增幅。我看到这个力，我老想的是力之增幅，但它是攻击增幅。我们要给这个副塔往这边升，副塔升一下这边的天赋。OK， 伤害增幅，那我们就顺着往这边点，这个。要点一个，然后这个魂力增幅需要点3点，1、2、3。绝望祈祷吧，绝望祷言，1、2、3。然后上面这个怜悯之心，1、2、3、4、5。然后这个终于点到了，好的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塔的话，我看一下它的魂环是什么，我忘记了，它的魂环。绝望之力，七宝神光，幻之空间，圣王琉璃碎 ，OK， 两个奶，一个琉璃碎，一个那个啥，一个幻之空间天赋。幻之空间其实无所谓，我们已经点了这个啊魂力分流就 OK 了。然后看一下这个七宝神光和，哎，这个是七宝神光，可以增加护盾的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东西，我先把它点满。然后这个进化神光也可以来一个的，这个是免疫控制的。然后我们的草。草的话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增强它的控制效果。这个噬魂霸王枪我们上次是点到这里，到时候要往这里顺着点下去。我们蓝银草的魂环是什么？囚笼剧毒蓝银霸王枪森罗万象，哎，剧毒和森罗万象，我知道了，剧毒和森罗万象，来吧。霸王枪的话需要点3点，哇，使用霸王枪后立刻回复自身45%的魂力，哇，那他就可以连控了，立刻魂力回复满了之后，很快就可以释放第二发这个主动技能，那就可以连着控2次。见血封喉，鬼灯寄生没有，蓝银囚笼会降低目标当前的魂力值，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东西。那我们先点一下这个，
然后见血封后需要点五点。OK， 噬魂囚笼点到了，以后就把这个噬魂囚笼升满，这样就很厉害了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就来把永恒塔打了。等一下，我想想不对，我们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家伙，世界首领，哇，世界首领又被人打了。暴气又要等一个多小时，哇靠，这好烦啊！我一会儿下播以后，我要去上个闹铃，盯着这个家伙，哇，太气人了！天哪，那我就只能等了，只能熬夜了。然后这里求助一下，宗门宝库领取下。最后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宗门为什么还有个红点啊？科技，我才不升科技呢，福地今天可以升级了。哎，升一下，升到 level 3，明天的这个福地会提供更多的经验，以保证我们的宗门里的其他同学获得的经验会更高一些，升级更快一些。然后今天可以踢人了吗？可不可以踢人了？来来，23小时之前踢了。啊，最后一天无法退出宗门，他需要等到12点之后才能踢。我要把这个悟空踢了，然后这个小哪吒也踢了，人超过15小时的就踢了呗。然后记得还有一个，好像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菜的，我好像看到一个特别菜的，但是我忘记了。这个小粉丝其实也很厉害。OK， 好的，然后我们专注的打下这个永恒塔吧。好的，我们打到了第12重第二层。那没有打过去，已经啊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已经打过去了10重多一点点。来看一下有我们的魂印，先把这个经验单开了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魂印。魂印这里我想先升一下，哎，自然，一个紫色的自然可以加生命的，咱们给它换上。 OK， 然后这里再放一个，哎，不错，又是一个自然自然自然，哇，每个人手一个自然，真棒。那就这样咯，然后我看一下天启的话，我要升一下级，可以升两级，毕竟我们想要破纪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魂斗罗之前是不是考虑都是先把这个天启升到满级50级呢？我觉得也许这样比较好。然后这里过了，只有废物的魂师过了10重宗门福地等级提升。好的，这是咱升级的之后锻造啊，这里不要管它，因为我们只给第一个角色升。最后检查一下吧，这魂肉森林的这个次数其实可以买，然后这野怪一会儿刷啊，我一会儿再过来刷吧，等到12点前后，好吧，12点前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拿到这个绝版魂环了，而且是4000点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一会儿见。欢迎回来啊，现在已经过了0点，迟到了1分钟啊，然后我们拿到了第二名，因为之前我就看了一下，提前两三分钟看了一下，我们是第二名啊，好像是第一名，应该好像是第一名，我说错了。看一下年份排行，哎，获得第一啊，切磋，切磋是第三啊，我忘记打了，我竟然忘记打这个切磋了，你敢信？这个切磋竟然是第三，我要打回来，我靠！之后几天我都要是第一，我去，这个我竟然损失了10块钱，那个红色石头一个就值5块钱呢，我损失了两个，我好气啊！这个我由于偷懒啊，为了节省那个次数就没有去打他，让他哦，这里我打不过他，哇，好气，我好气，我好气啊，哦，勉强打赢。这里为什么打得那么艰难啊？打得那么艰难其实是因为他等级上去了，他已经把那个经验用了，但咱们没有打这个杀戮之都和学院，所以今天没有上去。等级排行是在这里啊，他是1440，我是1353啊，然后排第二。然后这个开服活动咱们肯定是啊，昨天是拿到绝版魂环了，但是第几个，哎，等级排行正好消失。然后开服排行年份咱们获得了第一名，好的，领取一下。然后咱再看一下开服活动，这里是极品装备达到了多少条，我们是115条，这个别人应该是无出其右。然后看一下排行，我们是115，别人是110啊，那挺稳的，好像不怎么稳啊。
黑色装备价值连城，买吧，18块钱买3件黑色装备，血亏，我少了一个妈，就是没有那么亏，但也是很亏的。然后零元投资来一个魔蛛之刺，哎，不错，还有个杀戮令牌，4000年绝版魂环，我要一个这个浴火凤凰，浴火凤凰没有错，来幻想，给咱们的凤凰换上浴火凤凰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强化一下浴火凤凰。OK，魂环碎片不够，那充值的话一会儿再说。邮件的话，哇，有点郁闷，还等级排行称号消失了，搞个鬼啊！你就再嚣张2天好吧？哇，剩余55天可领，哇，这个月卡我一次买了2份，好像是，所以是剩余55天可领，这个是有一个 bug，一点点数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紫色装备宝箱，生命魂石。OK，审判之剑可以升2级。好的，我们再买一下这里的宝箱，充值大礼有个至尊宝箱，充一下值。好的，这个很快。接下来充值福利可以领取一下，今天充了36块了，我平均每天都花5000钻石哎，我发现了。然后九考别叫我，谢谢。我今天后来又带了他们，带了2、3组，这个只要带一次就不用带了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他会频繁的邀请我。我的话，有点不是很想一直带，就有空下播了之后，我不录制视频，我再带他们。瀚海乾坤，啊，升到10级了，要11级才会有这个提升。这个是生命返还，从5提到10%，这个是挺厉害的。香肠可以来一根，OK。然后黑色装备宝箱，黑色装备宝箱，选择一个想要的，哇塞！哇塞，选择一个想要的，这个幻彩史莱克其实没有唐门厉害。选择一个想要的，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一件穿戴吧。我看一下这里黑色装备哪个比较多哈？哎，衣服比较多，衣服和护腕，我要来一个护腕，两个衣服，好吧？一个护腕，两个衣服，一个护腕，两个衣服。OK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升级了？哎，得到一个八蛛矛。八蛛矛的话，我看一下，魂骨这里可以精炼一下，15%的精炼度，凑合吧。然后苏门我们要管理一下，今天终于可以踢人了，我要把那个菜鸡踢出去。小哪吒看一下，他是魂宗11级4角色，4角色感觉都是要对了的。小哪吒他16小时了，我要踢出去。欧皇帝霸，我看一下，他是魂宗，刚刚达到魂宗，现在刚刚达到魂宗，其实就很一般了。我看一下排行吧，这些人我基本上都见过。一天前，哇，悟空一天前，这好过分。这个天涯也是一天前，踢了。然后再看一看，1小时前，今天终于可以踢人了，好烦啊！这个也是一天前，这个人打史莱克学院都没有过来的。哎，没有了，看一下申请列表。B 站小 V，哦，这个人他。因为他找我充了3000块，他找我充了3000块钱，然后的话，他说他会长期玩，所以我可以加他一个。我觉得这个算是暗箱操作了，这个算是暗箱操作，就是他等级比较低，但是我让他进来，因为他才今天还是昨天才开始玩的，他是昨天才找我，然后说要玩这个游戏，然后今天又充了3000，然后他之后，我觉得5、6天之后肯定能在这个宗门里面战斗力排进前10，所以这个没有太大问题啊。然后六翼天使的话，他我也和他聊天，他是老区过来的。那他充了40块钱，他也想进宗门，但是现在他等级不太够，他迟到了1天。其他的还有人有消息吗？然后这个不管他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宗门的宝库，领取一下我们的礼包。之后的话，捕猎兽魂要捕猎吗？要捕猎的，我觉得是得要捕猎的，没有办法。锻造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锻造了，好吧，把背包里的东西熔炼一下，然后我们去磕一个经验的丹药，开一个箱子，然后再开一个箱子，给了30的钻石，3块钱，啊，
这个太扯了，然后把这个山路印牌放进去，使用一个龙之液。好的，我们有843个象征币，那可以兑换一个镜像枪，来来来，兑换一个镜像枪，然后再兑换一个茉莉枪。好的，使用这镜像枪能加很多的攻击力，加了69000，茉莉枪加了24000，啊，都很给力。人物这里可以换一个装备，然后我们准备去做一下合成，可以合成一个红色的护胸，红色的护腕，刚好2件装备，这18块钱花的还算划算。好的，替换完了，然后玄天功升一级，等级升一下，接下来这些任务完不成了。呼，其实我在等那个紫珍珠的礼物，没有他的礼物也没有关系啊。然后我们就切磋，准备和他们切磋。然后我先看一下这里现在是，我记得这个世界首领还差10分钟，好像，对，我上了个闹铃，他12:20会叫我。我这里先打一下这里的魂兽，把今天次数用完。我要哪个？打这个吧，就打这个了。好的，很可惜没有给带新的魂环，非常可惜。我们现在很缺这个魂环碎片，不过刚才领了那个8000的魂环碎片，应该可以升一下级。升级的话，现在可以把它升一下。哎，浴火凤凰可以升星了耶！要个这个，再要个什么？角斗士汉月姬，汉月姬不用的，啊，这个不用，我忽略了。好的，浴火凤凰升到了3星，给力。然后我们强化一下。OK， 它是4600年，它大概需要300年兽魂，再给它升下级。OK， 只到了5600年啊，那还早。猎魂手令，又有一个猎魂手令，放到仓库里面去。邮件啊，邮件没什么。然后我们再想想，我们在公屏里说一句话，来，前50。等级前50可进宗门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够，我们还可以再找一找啊。等级排行有哪个见着没有见过的，可以邀请他过来我们这里。天小空，哎呀，这个天小空就有点可惜，他一天没有上线，我就把他踢掉了。这个人战力比较高，问他来不来。木琴小龙神，要不要来我们宗门啊？好的，我觉得差不多问完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没有人申请，毕竟12点对吧。然后这个海盗船长又来了，给20个钨钢，还凑合，两个黄色装备一样10块嘛，这个我接受。好的，领取一下，他应该还会再有一个，那我再稍微等一下。然后这里的这个回收我挑战一下，这里还能买6次，我们买3次，买4次吧，打一下泰坦巨猿。哇塞，一个带星魂环都不给我，我好生气哦。天哪，真的是不要太嚣张哦。这里我们最后这2次买完，但是不用打，等到5点之后再打。然后世界首领还差2分钟，哇塞终于可以打你了。然后兽魂选择宝箱，要一个这个，来，我给你升下级。 OK， 这2个都不够了，挺好的。升星先不要考虑，魂环背包可以分解一下，但是这里有这个钢铁壁垒、玄龟甲这些，我们先换一下。说把的这里的，我看一下，这个魂环孔还没有开哎。这个雷霆冠军可以不要，最好就是让它肉一点，肉一点，肉一点。然后
这个草也是要让它肉一点，可以来个钢铁壁垒，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角斗士啊，这个没什么，我换一个吧，换一个怒火中烧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红点了。好的，强化的话不要强化了，然后再等两分钟。他的话我看一下，他是魂宗，这么多级，残梦相思，我看一下残梦相思的排行，等级排行，残梦相思，哎，他可以的啊，他这个等级够的，那我就让他直接来就可以了。感觉吸纳了一个人哎，然后合成两个黑色的装备。排行榜，这里我就不管了，我先把这个试试首领打一下。试试首领还有二十秒，那我就打一下排行榜吧。排行榜就切磋一下。然后想想啊，我想想，这里可以穿一下新装备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有限一会儿领取啊，看一下。然后残梦相思他说他来申请，好的，那他进来了。这个欧皇帝霸，他的话他15小时前过来，那我们就把他踢了，规矩就很简单了。15小时前来的那就没有位置了，不好意思，他刚刚魂宗可以把他踢了，他等级不是特别高。 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位置啊？还有3个位置，那要加油了。好，你也好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打下我们的世界首领。哇哦，给了一个生命之种，这个其实还可以，可惜不能用作强化了。我本来只希望得到一个强化的素材的，非要给我一个生命之种，真的是太不友好了。然后我顺便看一下，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啊？哇，1个半小时以后，好吧，那到时候我再注意一下。然后这里又可以升一级，我暂时先不换宗门，想去自己就去了。好，他随便。然后生命之种的话，哎，可以把这个换一下，这个带新的比那个1800年肯定要好很多，因为它这个百分比就增加了3%。然后又可以合成了，感觉有好多装备啊。锻造，这里套装可以升一下。 OK， 人物又可以换一个装备，背包又可以分解一下，有一个黑石券，但就留着吧，现在先不急。魂这里也没有可以做的事情了。好的，那今天就是我们的第四天就到此为止了吧，别的事情没有了。然后我明天不是今天早上5点钟啊，我们上线开始做第五天的事情啊。不过这个第五天一开始其实没什么做的，就是把这个学院史莱克不是学院和杀戮之都买满，但是不要用它，然后特训的话可以先用一下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的，谢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。等一下，我想到我的测试不应该今天早上用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在明天4点半的时候使用这个杀戮之都，而这个杀戮之都能够把我们升到魂王20级甚至30级，而等到魂王30级的时候再使用这个特训的话，那个时候加的经验更高，是有这么一个打算。好的，然后学院的话，学院也是解锁了魂宗90级，魂王20级以后我们再打，那时候给的经验会更高一些。然后这里的这个黑色的修罗魔剑其实一般，但是好吧，买一个我觉得不是特别贵，68领取。它是最后一个海盗团长的礼物了，我现在发现每天12点的时候它就会连着发3个，如果你连着买它就会连着发。然后买完之后我们就有了2个黑色的，哇，我还去合成了一个。然后这里我顺便教大家一个技巧，什么技巧呢？就是说你看这里，我们今天不是比的是谁的装备极品属性总条数最多，这个不是说极品的装备
多，而是说条数多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魂骨，你看我这个稀有魂骨，来看这儿附加属性有一条算一条，只要多了一条它就多了一条属性，而我们是五角色所有都有的。哇，如果五角色全都有这个八条属性的话，那那个人还和我们那么接近，不会是他也搞了五套幻彩吧？我看一下，哇，他，哦，没有没有，我看错了，他没有搞五套幻彩的，但是他这个附加属性好像也不少，哇，附加属性好像真的不少，那我有点郁闷了，没有能够靠魂骨拉开差距好像。哎，你看我单独的看一个头骨我就有八条，但是他的一个红色的只有两条，那理论上我应该远远的比他高才行，但是我只比他高了九条，这个就很奇怪的。不过无所谓哈，122，记住122，对。然后我们打造一个海神三叉戟。哎，不能打造了吗？哇，竟然不能打造了！我看一下，把这个武器卸下来可不可以？把这个卸下。哎，这个可以打造哎。如果把这个打造了，它的确可以变成123。你看一下，现在就变成123条了。然后我还能再打造一个吗？我打造不了了。原先我记得我可以打造很多个这个第一个等级的这个海神三叉戟，但现在好像不行了。原先有一个技巧就是说，哎，我打造很多个海神三叉戟，这样的话我的极品条数就可以撑得很高。但现在这个 bug 好像被修复了，啊，那也没有关系。然后我们还是把这个修罗魔剑放上去。好的吧，有两个修罗魔剑，都是黑色的，也行吧。然后这里的魔珠我一直没有合成，哇，我真的生气，就是个坑货啊！现在我们就只有两个角色有这个八蛛毛，但也没有关系啦，这个不用太在意。好的，别的事情没有了。然后我们明天早上会特别的无聊，明天早上我们就打下这个魂兽。可是明天早上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明天主要的看点是在晚上和第二天啊。那好，第五天没什么看点，好吧？然后第五天我们这个极品条数，因为二三名之间差距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冲，我们现在还是高他八条，这个八条很致命的，你想再往上冲弥补这个八条之间的差距，你就得把那个魂骨买齐，估计也还不够，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。那个魂骨买齐好像没有用，比如说我们 VIP 15解锁的这个道具，14解锁的这个道具，它算五条吧，这个算五条，但是它原先可能有一个项链了，那解锁的这个可能就不会，比如说它原先有个三级的项链，它就有三条属性，我这是五级的项链，它就有五条属性，即便它把这个买了，它也就只能增加两三条这样的一个属性吧。好吧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之间的差距是很难弥补的，我这个绝版魂环拿定了，然后这个要么是皮糙肉厚，要么是疾风连击，这个技能加成10%，我理解的现在有个额外的理解啊，就是说它可能不是疾风连击的技能加成，就是有两种理解，一种是它是对这个疾风连击的技能做一个加成，另外是说哎，我的所有的技能它的伤害都会加成10%，但我不确定是哪一种。好吧，然后皮糙肉厚的话，它的技能加成有什么用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过我倒是可以考虑搞一个皮糙肉厚，然后再加一个闪，那样的话会很牛。然后疾风连击，绝版的疾风连击，到时候再加一个闪，其实也不差。那我回去再考虑考虑，我到底要疾风连击还是皮糙肉厚。那我要疾风连击的话，一开始我这个凤凰是用不到的，因为凤凰它不是一个主 A 的一个英雄，最好有这个猫或者是兔子或者是龙，这样的话你再搞一个疾风连击是很划算的，但我现在没有龙啊，对不对？那也许我会搞一个皮糙肉厚吧，到时候再看。好，这个不急。然后后天的话是历练，那我们肯定第一，战力肯定是第一，不要想了。今天我们的这个战斗力就是2300万，增长很慢了，现在就得要等它的这个出仙草的活动，我们才能有稳步的提升。好的，今天就暂时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